你是要切片吗？对，切片。哦，对，切片。你就不要切到自己就行了，你眼睛还看得见吗？这刀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你手慢吧？我记得你那时候去台北宣传的时候，记者问你说，你最想跟哪一个艺人合作？嗯，你还记得这件事吧？对。你当时说小 S。对。然后记者问你说，为什么？你说我怎么样？特别聪明还是有趣还是漂亮？大概是这意思。你这番话是讲真的吗？是。可是你讲完那段话之后，也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啊。演戏就是一个缘分嘛。所以你到底会不会找我拍戏？会啊，但是他们说你是一个，好像一个你，一个张学友，张学友是不愿意离开香港，你是不愿意。我现在人在哪？我现在人在哪？我现在人在北京啊！这是我就